柚子啊，我叫工藤西明，是专门解决棘手案件、无所不知的浪漫高中生名侦探。不幸被黑衣组织灌下毒药，身体因而变小，成了江户川西明。虽然身体变成小学生，但头脑一样棒啊！柚子哦，帅！流动的水没有形状，漂流的风找无踪迹啊！任何案件的推理都取决于智慧的心啊！温馨哦。不管任何事件，真相永远只有一个。柚子啊，帅！温馨哦，拜拜喽，耶、yeah。